庆，秀雅庆，文松庆。文生搁再听伊讲，天后话第五地，也拢因为文所里的引荐，地理仕途，报效朝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亲娘，较早若无气量，从此咱就参像亲兄弟一样的相处啊。请问干兄真贵气？亲兄，干兄，下昼你两回啦。那呢，小弟先敬干兄一杯。多谢殿下的。一品性不端哦，爱三思，我何求你？你对我一定是假，是难分啊！我假袂用你。七点五日之中，上要搁有上条地段以及分中号，也应该可以来投效朝廷。然而，上条条难，非我人，伊殿下是内亲啊。少爷，干爹。